等到这一刻，南韩女子团体 A Pink 首度访台，当然不能错过逛夜市的机会。只见几个小女生东张西望，眼睛闪闪发亮，不管是食物还是小饰品，通通不放过。说起 A Pink， 算是泫雅的师妹。六位团员出道两年，还被封为是少女时代的接班人，首度来台就是为了和粉丝见面。只是来逛夜市阵仗可不小，不但有粉丝包车从饭店跟过来，现场聚集上百名粉丝，就是想近距离一睹偶像风采。还有十几位保镖和工作人员当起人墙，负责帮美少女们开路。阵仗之大，还一度打乱了夜市的通行。夜市的街道空间本来就不大，这下子更是走到哪塞到哪，好几度挡住了单向动线的通行，保镖护驾，民众错愕闪避，还有粉丝抢拍照，一幕幕不断重演。看来 A Pink 的魅力还真不是盖的。东森新闻，沈景阳、洪凯明在台报道。